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闵郑州。最近呢，我给我的奶奶物色了一款出行神器，今天呢，我就打算给她一个惊喜。好，那我们去试试，走。这款代步车呀，它的使用群体主要面向的是出行不便的老年人和特殊人群。哎呦，奶奶，您这车开得正好，您感觉怎么样？要不咱们继续往前面走走。和传统的轮椅相比，经常遇到路面不平整的情况，这款代步车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从我们刚刚所经过的这些草坪啊、上坡呀、减速带，甚至是公园里的石板路，都可以看出这款代步车行驶的呀，可以说是无拘无束的。这一切其实都归功于这辆代步车上所安装的一项秘密武器，那就是它的前轮。这款代步车它的转弯半径仅为76厘米，也就是说呀，在卫生间、电梯这种狭小的空间里，我们都能够轻松地实现原地转弯。奶奶，您累不累啊？不累。跟您说啊，您要是累的话呢，您是可以调整它的这个座椅角度的，啊，它这个高度啊，包括它这个扶手啊，都是可以调整的。你这样一调呢，这个坐着就舒服了。装车不方便，不存在的，15秒轻松拆卸收纳，自由搬运。不信，您瞧瞧。从传统的轮椅一族到随心自驾的代步车，充满了温度的智能化产品，是直击了生活的痛点，而且还让科技与智慧赋予了品质生活更多的可能性。创新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外骨骼康复机器人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于一秒。今天呢，我要帮我一个朋友完成他一直以来的心愿，来跟我走。他叫胡小雷，3年前的一次意外让小雷失去了行走能力，只能与轮椅为伴。今天我要带小雷去体验一款机器人，看他到底能不能帮助小雷重新站在球场上。哎，你好，夏老师，这是我的好朋友小雷。你好，小雷，你好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秘密武器——外骨骼康复机器人。之所以称它为外骨骼，是因为它的形态、结构、绑带连接都是依据人体骨骼结构而设计，并且腰部和腿部的钛合金杆件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调节，从而对身体进行外部结构的保护和支撑。
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在评估完小雷身体的基本情况之后，康复师为他制定了个人的适应性训练计划。在行走过程中，外骨骼康复机器人对小雷进行正确的行走姿势诱导。经过3到5天的持续训练，小雷就能够适应机器人，与它协调配合。这时候，想要真正一个人自主行走，他就需要另一个秘密武器——智能语音拐杖。它的功能很简单，只有2个按键。在语音提示下，小雷就可以实现自主进行、起立、坐下、行走、上楼梯。关节部位的传感器以及电机内的加速器、减速器共同作用，帮助小雷行走流畅自然。作为可穿戴康复设备，外骨骼康复机器人对康复场地要求简单，能够实现多场景真实步行的康复训练。随着训练量的增加，小雷能够更快地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，甚至重拾久违的梦想和热爱。未来，智能康复机器人将服务更多有需要的患者，用科技的力量让他们享受更美好的幸福生活。创新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智能看家小帮手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冯叔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。那么在居家安防领域，就逐渐地衍生出了智能摄像机这种品类。那么这智能摄像机究竟有多智能呢？智能机器人开始扫地。智能摄像机内置人工智能语音交互系统，可以通过无线网络联动操控智能家电。还可以给孩子讲故事。给我讲个故事。兔妈妈有3个孩子。这款智能摄像机内置了丰富的优质有声内容和百科知识，不仅能陪孩子探索奇妙世界，还可以时刻为孩子解答问题。智能摄像机在视频监控上拥有极佳的功能，它具备全高清图像处理技术，画质细腻通透，搭配静音稳速双云台，让摄像头可以如人的脖子一样灵活地转动，360度全景高清视角，实况画面面面俱到。智能摄像机有很多功能，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守护家的安全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它的看家本领。我们通过 APP 连接到智能摄像机，开启看家助手功能，一起来看看它的表现。这款智能摄像机支持人形侦测，借助于人工智能算法，摄像机能够对拍摄到的画面进行智能分析，当侦测区域画面当中出现人形，会触发报警，并自动拍摄10秒报警视频推送到手机端。经过这一天体验啊，我发现将一台智能摄像机放在家里，出门在外的时候时不时的看上一眼，真的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安全感和踏实感。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智能摄像机将会走进千家万户，再给大家带来乐趣和便利的同时，也为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贡献它的力量。